大家好啊，歡迎你哋又嚟到咧每個禮拜嘅塔羅互動塔羅嘅時間啦。點解永遠都會要諗一諗嘅咧？互動塔羅嘅時間啦。咁咧呢個禮拜咧呢個題目咧就同我哋咧塔羅時事咧有啲關聯噃，就係咧關於抑鬱啦，抑鬱啦喎。咁樣咧就我咧有一個題目諗到就係話咧，我嘅抑鬱指數有幾高咧咁樣。咁如果你係咧，我會睇下我出唔出到數字咯，因為咧就有啲睇塔羅咧，有啲人就唔出數字啦。我咧就會俾數字嘅，有啲時候我收到嘅時候咯，就會俾數字嘅。咁如果有percentage 咧，咁都幾好玩喎，我覺得嚇。咁可能話，咦，你嘅抑鬱指數10% 啫喎，咦，咁你真係冇咩抑鬱啦，咁你恭喜你啊，咁幾好係嘛？好啦，我哋就咁玩呢個題目啦，好嘛？你嘅抑鬱指數幾多咧？如果你有90% 張卡話，你有90% 咧，咁就唔係講笑咯噃。你可能咧，咁就睇下張牌裏邊有啲咩嘅建議俾你咁樣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咁你哋。各位觀眾咧，有冇有啲時候都曾經諗過，唉，我係咪抑鬱咧咁嘅咧？其實我自己睇咧，環觀咧呢個世界咧，我諗從來冇懷疑過自己有抑鬱嘅人咧，係近乎唔存在嘅。我自己會咁覺得咯，即係所謂抑鬱就係話唔開心啦，係咪啊？唔開心到一個點咁樣啦。咁我相信其實好多人都喺人生裏面會試過咯，係啦。不過就係走唔走得到出嚟，係啦，有冇得係醫翻好自己咁樣？好啦，而家咧等子欣咧就出三隻牌睇下。你哋已經可以開始感覺一下咯噃，我嘅抑鬱指數有幾高咧？咁我呢度裏邊每一個牌裏邊都會有一個方法啦。咁點樣可以令到你揀咗嗰隻牌嘅人咧，可以令到佢自己係越嚟越開心，係啦，更加開心嘅。OK， A 牌，我嘅抑鬱指數有幾高？哇，咁多張嘅呢度，請問阿伯塔羅，我嘅抑鬱指數有幾高呢？第三隻 C 牌啦，咁咧你可以咧以 A、B、C 或者係以 A、B、C 嚟揀，又或者係咧好似平時咁啦，鼻哥吸氣，吸一口氣入去，口呼氣，呼出嚟嘅時候望下 A、B、C 邊一張牌係特別咧跳脱出嚟嘅，特別吸引你嘅，咁咧你就可以揀嗰一隻牌咯噃。好啦，我哋即刻咧就嚟睇下啦，我嘅抑鬱指數有幾高咧？揀咗 A 牌嘅朋友 ，Hermit。哇 ，Hermit 喎，好，我哋睇睇，唔該後台俾只 Hermit 我隱士啊 ，Oh my god， 嗱呢個咧，子欣睇到嘅時候咧就話，哇，你十級抑鬱啦已經，你可能唔係咁嗱，因為我哋知道咧隱者咧就係隱士啦，咦，我哋點解頭先冇咗子欣塔羅解？我哋完嘅時候講啊，我哋完嘅時候講啊，好嘛？剛才我哋唔記得咗，好，我哋有個 slogan 嘅今日，好，我哋去翻解牌度先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就係咧，十級災難啊，呢一隻牌已經去到咧，有可能咧，你都比較咧，好多時咧就已經去到比較中意自己一個人啦，比較即係正所謂收埋自己啊，匿埋啊咁樣，唔係話真係可以咧，好容易走 sociable 啊，行出街見人啊咁樣樣咯，咁所以咧，你有好多嘢唔係咁諗得通咯，我會咁講，係啊，咁你好需要咧朋友啦、家人啦對你嘅支持啦，咁但係朋友家人對你嘅支持咧，亦都要你能夠打開你個心喎，係啦，咁你如果揀咗呢只牌嘅朋友，你睇一睇呢只牌，喺呢只牌裏邊，你一望落去，你最睇到嘅係乜嘢嘢？係邊個位置？佢有冇一個訊息俾到你？呢個亦都係你自己嘅直覺而收到嘅一個信號啦。咁但係呢一個你收到嘅呢一個訊息，而家呢一刻你諗一諗，呢個訊息對你嘅人生、對你嘅快樂係一個幫助定係一個傷害呢？
剛才你聽到那個你的腦裡面聽到的那個訊息，是對你的人生是有助力還是有阻力呢？是有幫助還是有傷害呢？自己可以斷定到，是不是？斷不斷定得到？斷定到，嗯。所以呢，如果對你有幫助的，你可以 keep 住這個想法。如果對你是有沒有幫助的呢，你要怎樣？要改變這個方法，要改變這個想法的了噃，行不行？所以呢，選了A 牌的朋友呢，讓自己願意主動去找一個人，好嗎？就今天，如果你說沒了，遲些啦，這樣我給你到明天啦，到明天啦，到明天啦，有一整天啦，好嗎？找一個人，好嗎？跟他聊下天，好嗎？這個人最好是有些事你可以幫，如果這個人是都是媽媽的開心的，你一向都知道他這樣，那你的目標就是你去幫他，好嗎？你去幫一下這個人，好嗎？自己不開心的時候呢，找一些你可以付出的，你可以幫人家的事，其實是一件好事來的，好嗎？當這個朋友或許啦，或許你跟他的傾偈，或許你的陪伴對他有幫助，又或許表面上不會有很大的幫助，但是呢，這些都 不是最重要的。你去到做了之後，你自己要獎勵你自己，是不是？或者可以看回我們這個星期的塔羅時事，都有說，就是說我們改變不到人家怎樣想，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怎樣想。你做了一件事，你做的出發點是你想去幫其他人，不用去理他有多開心，他有多不開心，他有沒有給你真正正幫得到，但是你要獎勵你自己，哈，我今天去了幫誰誰誰誰了。其實很多時候他們都會有些改變的，或者他們會開心了，或者他會沒有那麼不開心，是不是？那這些事你有沒有看在眼裡面，有沒有獎勵自己呢？啊，我令到他開心一點，這些就是你應該要去想，應該要去到為你自己建立的一些想法。好，選了 B 牌的朋友了，我的抑鬱指數有多少？我的抑鬱指數啊，這一張是 Love Three of Cups Love。 好，我們看看這隻牌，很明顯這隻牌呢就是一隻呢充滿愛的，我們看到，是不是？是啦，講緊個情緒，所以呢你是三級正面的，三級正面Three of Cups。 這隻牌出來呢就是有兩個可能性的。如果你現在你說不是的，子欣，我這牌很不開心，我想死的，那呢你其實就是你本身這個底呢，你都是一個很有愛能夠懂得去愛人的人來的，你生命裡面都會有愛來到你在你的生命裡面的。那但是如果你說你這一段時間不開心呢，就是因為你可能你自己忘記了將愛給出去，忘記了接受別人的愛，是啦，在這段時間如果你有不開心的話，都只不過是，好嗎？所以呢你的 keywords， 你的重點就是怎樣將愛在你的，讓你的生命裡面彰顯到更加多更加多的愛。那最簡單的是怎樣啊？就是由你自己，你看到那裡的魚啦，有很多條的，是不是？很多條魚仔一起的，是不是？是啦，那就是由你自己去將你內心的愛給出去，去關懷其他人啦，去幫下其他人啦，是不是？甚至乎一個的微笑，簡單如，是不是？對其他人付出去給人家咯，亦都是說呢，其實亦都是說呢，將你的注意力給出去。在這裡呢，正所謂講開又講啦，其實當我們抑鬱的時候呢，大部分的情況，或者我們不要講到那麼重，抑鬱不開心，即是抑鬱就是很多的不開心儲埋儲埋儲埋就變成抑鬱，是不是很大很大的。那初步的時候我們不開心，其實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因為我們為自己想得太多，即是我們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，我譬如我想要這件事我得不到，我想這樣，但是又不是，我想怎樣怎樣，我要怎樣怎樣怎樣，而得不到的時候，那我們就會不開心，我們就會抑鬱了。
咁所以咧，其實如果你願意咧，其實嗰個做法咧，可以都幾簡單地咧，可以比較走到出嚟，或者有啲人咧，甚至乎係好快、好完全地走到出嚟添，就係將注意力外放，將你嘅注意力，但係我哋內行，我哋大部分嘅人咧，時時刻刻注意力都喺自己身上。甚至乎有時咧，佢話嚇我請佢食嘢，我幫佢做嘢，佢都唔開心喎，咁樣我想佢好之嘛，好多人都講呢啲嘢，係嘛？所以你要原諒你嘅父母，如果佢哋唔明白，你要原諒你嘅上司，你要原諒你嘅同事，如果佢哋唔明白，我都講啊，子欣都講啦，大部分人都係咁，甚至乎身心靈嘅人，佢依然係喺佢自己嘅裏邊去做好多嘢，佢以為佢幫緊你啊咁，其實可能嗰個人根本就唔想要嗰樣嘢。所以呢，注意力外放啊，我而家呢度讲緊嘅话呢，将你自己塞晒你里面嘅諗諗諗諗我呢摆出去，留意一下出面嘅人事物。所以呢，我哋其中一样嘢咪帮人嘅，帮人就係其中一个方法，将你嘅注意力抌出去咋嘛，咁仲要有回报喎、啊、起码你帮到人哋嘛，几有建设性。好啦，我哋嚟到最后一张牌 C 牌啦，揀咗 C 牌嘅朋友，你嘅抑鬱指數有幾高咧？頭先嗰個咧就少少啦，30%到啦，即係你其實都冇咩，即係好正常地咯。人生裏邊就咁啊，梗係有唔開心嘅嘢嘅，係咪啊？你都係咁嘅情況啦。頭先嗰只揀絲派朋友，你嘅抑鬱指數有幾高咧？哦 ，Hierathon 五號牌 ，Hierathon 好，我哋睇出一出呢只牌睇先嗬。抑鬱指數喎，如果呢一隻牌的話咧，子欣就會話咧，出咗呢牌就係啦。如果呢只牌的話咧，子欣佢俾分數咧，我就會話呢只牌咧60/40或者50/50啦。作為一個咧 ，Harrison 係一個導師嚟嘅，係咪一個身心靈好高好高嘅人嚟嘅，係咪啊？係一個老師啊嘛，我哋都見到呢張牌裏邊，嗬。咁但係咧，有時咧老師咧都會鑽牛角尖嘅，老師都不過人啫嘛，唔喺呢個世界即係。不是人的聖人的就不是這個世界的了、okay? 所以不要對自己呢要求得太過高啊，是啊，即是等於子欣都說啦，老師叫我的口，是不是我都不會生氣，不會生氣，當然小時候就當然會很害怕啦，但是我們人誰無錯，是不是人都會有做錯事，可能老師的心情不好，是不是可能他以為這樣是跟我玩，純粹是誰知道我就咁大嘅印痕咧，係嘛？每個人都接受你嘅接受，你嘅反應啊，你自己要承擔。反而就係嗬，人哋點樣做係人哋嘅選擇嚟噶嘛，你都有可能你會傷害到第二個人啦。但係你嘅反應，你對於人哋做嘅嘢嘅反應，你就要負責任啦。你係恐懼啊，定係你係祝福？我都祝福佢啊，或者係咪啊？或者啊？我冇嘢喎，我開心喎，咁樣係咪啊？咁呢個係自己嘅一個嘅責任嚟嘅，自己要負呢個責任。你嘅感受係你嘅責任，你嘅睇法亦都係你嘅責任啊。咁但係咧，對於呢個咧 ，Harrison 呢個老師嚟講咧，你只需要係對於你嚟講呢啲嘢，你知得太多啦，已經你需要嘅盡量放輕啦，放輕鬆啦。人生有好多個範疇，好多所有嘢都有好多嘅諗法。有啲時候俾自己放鬆一啲，好多嘅規條咧。啊，我呢度又分享一個啦。我上次去到上個禮拜，我去到台灣嘅時候，我今次咧就揀咗一間民宿嚟住，因為咧我就貪得意，哇民宿喎、哇平成咁喎，唔得我要試下先咁樣。點樣知咧就咧嗰個事件就係咧嗰間民宿咧。個地下咧就好多螞蟻嘅咁樣，咁我開初我都諗啊，就係話，咦，可能咧人哋其他人見到啲螞蟻就覺得無相安無事嘅，但係子欣咧就唔中意間屋裏邊有螞蟻，但係我又唔可以殺佢啊嘛，係咪先？因為我哋唔可以殺身啦，係咪啊？唔可以殺佢喎，咁啊同佢講道理啦，佢又唔走喎，仲要越嚟越多添，多到一個點咧，連我屋主都咧俾啲噴霧劑我啦，就要我殺佢咁樣樣，咁我都有噴。係嘛？咁所以你話係咪咁？哦，死啦！我殺咗生啦！我死硬啦！咁樣唔可以咁執著咁極端咯。咁呢張牌咧就會話原來真係有個五數喎呢張牌。頭先我講五嘅時候都未見到。But anyway 係啦，咁揀咗C牌嘅朋友咧，對自己慈悲
放輕鬆所有的東西，人生除了有很多的規條，有很多應該之外，其實就不要那麼多應該了。還有一個範疇就是叫做好玩，是的。對於選了思路牌的朋友，怎樣可以將你的人生放多一些玩的元素下去，什麼對於你來說是好玩的呢？這個呢會令到你呢那個抑鬱指數呢大幅度減少，就可以呢開心一些了。有一個靈修老師就說，他說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呢都是來到出差，什麼話出差來玩，是啦，我們是實習神明，這樣有一個老師這樣說啦。如果這個說法呢你未聽過的，希望你都可以考慮這樣想啦。我們是來到這個世界那裡，是啦，這個地球裡面呢都是來到好像公幹一樣啦，但也是來玩的其中一個方面樣。希望你們大家都可以讓自己的人生呢裡面呢有更加多的歡樂啦、愛啦、光明啦。我們希望呢這個互動塔羅對大家呢都有少少的幫助。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